孔刘，加入了孔刘的限量礼物吗？那可以移动您的脚后来到我们 ASUS 华可先购控体验会活动现场。有没有觉得前镜头特别的亮？这只是第一颗前镜头而已哦，我们还有第二颗的前镜头。除此之外呢，我们还是世界上第一支呢，支援前后镜头都有 4K 录影的手机。欢迎现场的朋友来到我们华硕的专柜，想看看过来，我们先送个见面礼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来，前方的朋友，不好意思，还差出来一点点，我们送个小礼物。对对对，来到我们华硕的会位呢，千万别错过了，就是我们 Zenfone Pro 呢，在这边做活动。那除了我手上这支 Zenfone Pro 之外，还有很类似的 Zenfone Pro 在现场。Zenfone Pro 呢，这次升级的部分就是让大家一起去观赏摄影的感觉。十倍的数位电章，十倍有多清晰？后面的字也都还蛮清楚的哦。
们的华硕联名。今天手机可以拿小礼物回家哦，我会来接你下手机。好的好的。